的是吧？天塌下来，他们他就是不是他就是真踢下来，是不是这一片都得？都得完，就是关注一下今天发射场区的天气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地面的雾气还没有散去。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5摄氏度，西北偏北风2级。除了一些必备品之外，另外还为航天员准备了包括春节、中秋、端午等各个节日的节日礼包。来自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工作人员何红艳。那么前期是遭到了超强台风的侵袭，那么眼下文昌仍然是处于一个台风多发的季节。运从早上8点开始，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的运行，现在组合体我们看到它距离火箭发射塔架的位置是越来越接近。按照惯例啊，到了发射工位之后，还需要经过大概是2到3天的一个测试的过程。我们了解到，此前发射的天舟6号和天舟7号，都是改进型的货运飞船，它们的载货空间是增加了24%。这也是我们第8次执行这个天舟货运飞船的任务了。然后我们的火箭呢，也进入了相对的技术状态成熟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已经基本达到了100%的这样一个国产化率的这个状态。进入发射区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发射日的所有的这个测发流程来进行的。我们基本上就是能够具备加注的状态了。我们会在负8小时进入我们的实际流程，然后把推进剂。谢谢。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船舰组合体又在继续的向前，要和加注系统完成这个气密的检查，并且把我们现在箱里的一些气体置换成我们射前的零射状态的这样一个气体。到了第3，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